上桌，立刻抢着吃，外皮薄脆，内里多汁。酒客和小姐都吃得津津有味。没看错，外送地点正是酒店包厢。这不起眼的传统炸鸡，每到深夜，外送订单满天飞。太热了，而且下去。酒店女陪侍都说赞，这神秘的炸鸡店隐藏在林森北路的巷弄内，没有醒目的招牌，更没店面，只靠一个小小厨房出餐，好味道全靠酒客口耳相传。当兵完刚好碰巧，刚好说在酒店兼差啊，然后就开始做啊，然后慢慢打下基础这样。老板从年轻白手起家，开业至今已经30年，成了调通酒客最爱的神级外送美食。不过可不便宜，鸡翅九只280元，看心情炸的咸酥鸡168元，还有蜜汁鸡腿也是必点，两只就要224元。另外炒饭也是100元起跳，尽管价格不可爱，但订单确实一单接一单。今天可以靠锦州街啊，各位请问想要什么热汤啊什么的，那就锦州街的鹅肉汤啊。盘点酒客宵夜排行榜，除了炸物外，另外最受欢迎的就是热炒以及排骨汤，还有锦州街的鹅肉摊。小小摊贩在调通打出知名度，成了酒客喝醉断片依旧忘不了这好滋味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